这座新道，哦不，你越过，就当做是见证我们爱情的一个礼物，送给你接吻之家。但求婚是真的，而是认真的，女人啊，没有我自己。 你怕跟我朝夕相处以后有个爱，那不行就试试。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们不用再说这种话了。失去心中所有的理想家，我太太毕业于国内最好的医学院，在校期间全额奖学金，双学位学位。